第一窍，虎口平肌36次，打击大肠经合谷穴，主要预防及治疗颜面部位的疾病，如视力模糊、鼻炎、口齿疼痛、头痛及预防感冒。第二窍，手掌侧击36次，打击小肠经后溪穴，主要针对头颈痛，放松颈部肌肉群及预防骨刺、骨头退化。第三窍，手腕互击36次，打击心经及心包络经、大陵穴，可以预防及治疗心脏病、胸痛、胸闷，疏解紧张的情绪。第四窍，虎口交叉互击36次，穴位是八斜穴，预防及治疗末梢循环，如手麻、脚麻等末梢循环疾病。第五窍，食指交叉互击36次，穴位是八斜穴，预防及治疗末梢循环，如手麻、脚麻等末梢循环疾病。第六窍，左拳击右掌心36次，经络是心经和心包经络、劳合穴，主要有消除疲劳及提神的作用。第七窍，右拳击右掌心36次，经络是心经和心包络经、劳合穴，有消除疲劳及提神的作用。第八窍，手背互相拍击36次，打击到的是三极经、阳池穴，可以调整内脏机能，预防及治疗糖尿病。第九窍，搓揉双耳36次，耳垂的穴位很多，促进眼点、颜面部及脑部等部位的循环。第十窍，手掌心互相摩擦6下至微热，轻盖双眼，眼球左右转6圈，周而复始做6次。它运用气功原理调整眼睛的精气，可以预防近视、老花及视力模糊。